小家伙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你来找他的吧。你要帮我找到我的小哥哥，然后让我留在地球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让你这么执着？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的。今天特别开心，也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代言这个产品。宋姐，怎么了？姐最近减肥，今天只喝了水啊。宋小姐，你身不舒服吗？宋小姐，干嘛呢？嗯，算了，你先跟我回家吧。这是我今天捡到的小猫，这么漂亮，给它。小猫咪，真调皮。小猫咪，喂。流氓！解释一下你怎么进来的？这件事谁都不能说，知道了没有？